各位朋友大家好，今天是星期六，这是一个卖这个外面这个盆花呀装饰品的，这是个小直升飞机，这是可以转动的，这是一个弹的吉他，六弦琴，这是过这个天桥小桥流水，这是个给小狗狗盖的房子，小狗叼个篮子，这里面有个小狗屋啊。这边是有这个马，有这个巨石、石头、石材，有点像轰地炮。然后这是他们这个铺这个地板的石头。这是个印第安的弓箭手。这边是有这种大的喷的各种东西，这是各种石头啊，石头石子比较多的，这都是皮卡来拉东西比较方便，直接过来，地方也很大，直接拉。还有很多是雕塑 custom survey， 就是顾客可以到那地方服务。这里面还有很多那个像秦始皇呀、兵马俑呀，还有那个盆花呀、盆景啊，还有狮子啊、雅典娜女神呐、希腊神话中那个各种都有。这是地毯，这是这种脸儿啊，各种，还有这个水、石头冲的比较多，有这个大象，有长颈鹿，小桥流水人家比较好看，你看这种树。种的枝繁叶茂的根呢，这是根。感谢您的订阅，您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，您的点赞和评论我将及时回复给大家，祝大家新春快乐，吉祥如意，扎西德勒，健健康康，平平安安，拜拜。